当我假装看过你有手机，抄你手机了，说吧，咋回事啊？没了呀？不是，你还搁那装呢？我全都知道了。啊，你说我照片里挺高挺帅的男的？那是传介时候拍的，我跟联系方式都没有。不是你还挺遗憾呗？没，不是这事儿。新加那个男的，那是我新同事，我跟他值得工作。新同事？还不是这事儿？那。 我的脸都在坠落，还是王帅你三天可见了。美团送我地址？不是张三，你他妈现在给我俩秘密挺多呀，你藏挺深呐。不是，我问你啊，你购物车里那些衣服，你下购物车为啥不付款呢？啊？你等啥呢？你在等我？现在帅气的给你吗？这是干嘛呀？破费呀！那咋的？好看的衣服为啥不买啊？谢谢老公。谢谢，谢什么谢？ 以后不准加购物车了，听见没？我见一次请空一次。听见了。